好，我们就什么都分开，经济独立，衣服独立，洗碗独立，打扫独立，全部都分开。我第一个的 Chanel 包包是郭书瑶送我的，我就觉得天哪，这么贵的包包，他买一个送我，男朋友都不一定会买。三连拍，欢迎收看《完美研究室》，我是王美王思佳，又到大家最喜欢的名人家开箱单元。我今天在哪？谁那么有钱，竟然在家里面的角落有一个阳光屋 ，and then 还有一个王美墙，什么意思？钱多了不起吗？寸土寸金的台北是你给冲这间，但是等我把名号呛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发现。他是真的有钱，而且好有钱，钱都是自己赚的，都不是跟别人要的哦。这种这么有骨气的女人到底是谁来？哦，跟我一起来看看，这样的人值得嘉奖。来，今天完美研究室要开箱的到底是谁家呢？有钱，创业女王，小女王 ，Queen of the side business， 还在努力当中做生意，还在努力当中。人家就是谦虚，就是低调，不像有些人扮同学，一直说自己多有钱，有没有？谁、欸？我怎么在比自己？哎呀，比到自己啦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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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啊，不像那些人啊，比那边，对对对，真的很厉害，为什么？努力。打拼，明明可以靠长相，却要用实力证明自己。而且广结善缘，跟每个人都是好朋友。他的朋友零到99岁了都有。但今天你知道，这是我们完美研究室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单元。对，我有看。名人家开箱，我家其实蛮无聊的。我不觉得，因为毕竟你这间房子吼，必须说啦。千万豪宅直逼亿万，我自己有做一点功课啦，实价登录我也是有在看一下。离你很近，离你很近哦，离你很近。我是有查哦，小鬼哦，这间哦哦这样。但是最近有点涨。对对，但必须要说，你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因为大家都很好奇，我们女艺人东西很多。对。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之下打造一种魔法？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一片墙 好不好？这一面墙就是很明显是大家最喜欢看的包包系列精品墙。为什么只有三格？就是这三格是比较特别的。是是是。来看这个是我第一个的 Chanel 包包，很适合你。是郭书瑶送我的，因为他看我一直都没有 Chanel 包包，然后他一直都有，所以他就想说我想要买一个送。你来，对对对对。那其实我背的次数不多，因为我就觉得天哪，这么贵的包包，还买一个送我，男朋友都不一定会买。可是很适合你，就黄色。女生看女生真的很准，这个大小也很适合你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刚好那一年他就出了黄色，然后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黄色，所以他就觉得很巧哎，刚好生日礼物就可以送我。这个不便宜，十几万的包。所以你不觉得就是真的是他是我的男友，是真爱，是真爱，是真爱，是我真爱，真的。我们在这边感恩赞叹郭书瑶，我们也有缺哦。上面这个也是很经典啊，他们家的方盒子。对，然后因为这个是他那时候跟一个设计师做的，然后因为他是男生的包包，然后因为我没有背过男包，可是因为他那时候是。柜姐就说它是袖长包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看它这个亚克力的部分，哎呦，很适合你啊。然后因为像我平常喜欢穿一些比较休闲，然后比较帅气风，帅气风就很适合背这种硬壳包，硬壳包，对，然后绑一个马尾就比较，这个也都很有收藏的价值，对，这个都会长。啊，这个会长吗？这种会啦，这种会啦。我也是都很少背，因为我就觉得希望它之后就可以穿给我的。可以啊，因为这种老花的这种穿给老公是，现在是在分配一些，现在分配一些财产的部分，是不是？有钱到还要分配，人家两秒钟想完的事情，他妈花两个月。姐姐怪兽包，怪兽包，就你认识那个姐姐。哎呀，姐姐，对，因为她就知道，我三十岁就开始买了第一个 LV 包包，那她就觉得，好像可以再送我一个别的牌子。
所以他那时候就买了一个另外一个品牌，很适合你，然后他觉得很适合我，很适合你，因为他这个是他就算比较年轻化一点的，因为有一些可能你拿起来会有点像在拿姐姐或妈妈的包，但你就很适合这种有点个性的包包。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，收到这个包包当生日礼物。有没有？你看他做了一个这个精品展示柜，可是他放的包包都是对他而言别具意义的，很有意义，很有意义。来，接下来跟你讲，看完了包包，我们要看女明星的衣服。好，一个女生会不会收纳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因为你现在为人妻，对，刚为人妻，需要帮老公收东西吗？不用，我们是完全独立。真的吗？那他会帮你收吗？绝对不准。也哦，他也不能碰你东西。像我之前刚开始跟他住的时候，我帮他洗衣服，然后他就很不高兴，因为他就觉得为什么我洗的衣服都比较就是会领口松松的， oh, 然后结果他就很在意，所以后来说好，我们就什么都分开，经济独立，衣服独立，洗碗独立，打扫独立，全部都分开，好独立哦，超独立，连衣帽间也是独立的，来来来来来来来看一下，哎呦。帽子区，帽子的话呢，我就是很喜欢买一些双面帽，因为我觉得很划算。哎呀，两种面帽啊，跟双面女郎一样。因为我就觉得不是这顶好可爱哦。然后它是100周年的纪念帽，是是是，小红帽好可爱哦。我现在流行露营，对，我这样去了以后就不会迷路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这吊牌千万不要剪哦，贵就贵在这里，知不知道？这个不能剪，当然不能啦。可是你忘记我之前的事情了吗？被人家质疑。记不记得这个一定要留着，双面我觉得你很会买，聪明。你看这也是双面，聪明这种都不要剪哈，都不要剪，嘿嘿，露出来就露出来啊，没有关系啊。因为我就觉得露出这个很害羞，没事啦，没事啊，因为你这个也露出来啦，不然你不可能连这个你都剪吧？可是不是我要出去的时候，这样不是很快吗？就很像乡巴佬。戴反，可是这边就是双面帽。没事，以你的身价，你就剪一剪。OK， 剪一剪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看你真的，你看低调一点，比如说今天他今天穿这样，他就可以配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这样子也可以这样整的这样，哦，聪明耶！双面帽我觉得可以耶，有种戴新帽子，这样就变成有六顶的 feel。没错，我就觉得这样子很省。收纳其实是研究了很多年，就是为什么现在是这种格子的？对啊，因为你其实走这种，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你走的是这种开放式，开放式有点不对称，就算不对称嘛。我是故意做，就是不对称，对不对？开放式不对称的，然后你真的就是，而且你蛮深的，你的柜子很深，但是你就是一望无际。所以请问一下，这是故意不整理，然后要这样都露出一些小角落吗？我都是故意这样子看得到衣服，因为我之前住的都是那种，就是你知道设计师设计很有设计感，有门打开有灯，然后有柜子，然后后来发现花了好多钱弄成那样之后，超级不实用，而且有门的很烦，因为会关不起来。对，我就因为衣服太多的时候，不然就是一打开然后它会吐石榴。对。然后我就觉得漂亮，但是不实用，就是装潢要小心这一点。对，所以我后来就是改成这种开放式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我就一目了然，就是这里是细肩带，这里是短袖，这里是长袖，哦、这里是裤子牛仔裤。对，然后不是说我要穿哪一个，我就直接拿，我不用再。如果是柜子，你就要翻翻翻。是是是。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开放式的太方便了。对，而且真的蛮深的哈、哦，你这个手这样进去。这样子你看几乎是整个手臂长的整只 手这样子，对，就叠两层，然后因为就是很深的关系，有一些比较里面的衣服是有一些是那种国小国中还留着的衣服，像这些是这两件是我国中的时候穿的，那时候很流行这种、哦、就是我为什么还会留着，因为还穿得下我就把它留着。哎，国中是几年前啊？你的国中是几年前啊？十，我现在34，国中14，蛮20年前啊，十年前的衣服还是蛮 OK 的、啊。可是那时候很流行这种，那我现在不敢穿。有啦，我当年也有穿过这种啊，我现在不敢穿嘞。网纱，可能要再等10年又流行。再等10年，先放5年。先放5年，我们观察一下。而且我知道，因为我们都做一些功课，你很喜欢就是做你的福袋。对。你有卖场在出清，专门在出清，因为我们女艺人其实很多衣服，太多衣服消耗品很多了，而且很常买来之后发现好像穿一次两次，穿一次，然后因为有些是不是吊牌都还没拆，我都不知道我，你看像那种吊牌都没拆，啊、吊牌都没拆有没有？然后可能就是拍照穿，然后就可以拿来卖掉，但我的福袋超值。
非常超值。你的福袋吼，你的金额都很惊人。我是1200，但是超多件，然后还送口红，就是一大袋，一大袋，这是福袋。福袋跟百货公司一样，对不 对？来上福袋，上福袋，这是你们买的、哦，我们去买了你的福袋。工商时间到了，听说今天的这个产品非常的厉害，而且连我们的蓝教主都一次直接整个人用完的啊，10条那么厉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请老师来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，我们欢迎明谦老师。就是这一条新梅姐的最爱的眼霜。不过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同样品牌，可是对我来说是我的心头好，而且人人欧露外皮肤五告诉你，老师你的皮肤是医美吧？ No No No， 怎么可能是这样子？来让你摸我， I don't believe， 真的、过分，你看没有粉，就是这个 A 醇焕能再生修护精华。现场这么多的灯光，好害怕、单 C 蓝光。Oh God， 我们每天都要这样看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无形中肌肤就失去弹性，细纹就跑出来了，然后再来还有什么斑斑点点，全部都跑出来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它就是这一款全方位预防光伤害的产品。等一下，预防胜于治疗，你的意思是说它整个保护我们整组顾好好，我们就不用再理会那些光的伤害了吗？对，你就想擦了它，就感觉像是脸上抗蓝光的保养成分在脸上，你怎么用？肌肤都可以维持好肌肤，这么好的东西还不赶快交出来、我来示范给你看咯。好，示范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它里面呢有抗老明星成分的1%A 醇，非常好推。它是有点凝霜状，对，因为一般精华比较水，对，它比较润一点点，对，你说我，对，而且它不会让你有油光，没有，所以其实针对像油性肌肤啊，用了它也会觉得非常有感。好亮哦！它这款商品是你有擦你就有感觉。那我们在手上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肌肤上面。可以开，而且它的这1%A 醇呢、它是可以帮助肌肤抚平细纹，然后可以淡化斑点。你可以透过这样的商品呢，来加强肌肤的拉提效果。是，3天你就会发现皮肤的那种滑嫩度、缺乏弹性的问题就都被解决了。老师，你刚刚说3天。对，你知道3天是72小时的意思吗？没错，3天，所以我才说有用有感觉，而且就算你在夏天用它，你同样能达到保湿又不油腻。对，因为接下来就是炎炎夏日了嘛，对，大家就会很在乎说，我想要有这个滋润度的同时，我不要有负担的感觉。对，痘痘的问题，痘痘、粉刺、粉粒的问题呢，是，我都很建议它可以拿来当做保养使用。所以其实简单又很方便，一瓶到底。我来看一下哈，我们来看我火眼金睛。来，你看一下。妹妹啊，上保养真的很重要哦。哎，真的差很多呢，妹妹。我们加钱把这边补起来好不好？我觉得你讲得很好，预防胜于治疗。我们现在又不可能说不出门，我已经尽量晚上6点以后才出去了，但还是会有一些光，因为你知道摄影棚就是要打光，而且你还会一直玩手机，你一眼就是靠光在活的嘛，它不能打光，它打了然后又会变老，可是不打光又会变丑，我们这样很为难呢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针对眼角细纹，常常我们盯手机啊，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关灯看手机啊，我告诉你那个细纹才恐怖，因为我们都有爱笑的眼睛。对，可以像我这样子平拉，然后按摩它。哎，老师，那你说纹路的东西，那薄纹行不行啊？当然也行。哇，你知道我们怀孕的妈妈哈，我跟你讲这个脖子这个纹路哦，而且很多医美都说脖子很难处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而且啊，像我自己用起来啊，大概3天到4天，你就会明显发现皮肤上面的细纹啊变得更平整。哎，有哎，因为我现在用完的时候，它有一种拉皮感，对，有一种保护网的 feel， 有没有？有那种整组这样有拉起来的感觉 ，hold 住它 hold 住，它就会让我们的轮廓啊变得更紧致，肌肤会更平滑。紧致度、紧致度啊，明亮度、平滑度、还有柔嫩度都会变得非常好啊！这瓶根本是啊，全部都 check 了耶，妹妹啊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不要保养。所以啊，我们要选择一个兼具预防以及修护的产品啊，它又要能稳定肌肤，然后又能让肌肤呢有平滑感，然后又能有效的抗老。
这样的产品呢才是最重要的，我推荐给大家。哦，我们真的去买哦，你看 Seven 取货这个封箱胶带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哦，跟你们讲哦，难怪你说很急，我们很急，我还想说赶快叫他帮我寄。我跟你讲真的，我帮你剪，来来来，因为我怕剪到那个里面的衣服哦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我们来看1200的福袋里面有什么？来，这件，哎，可以耶，这种搭的哦，你是给一套一套的，他说约会哦哦，可以，1200很值哎，1200很值哎，而且很新。第一套给过呢，可爱，这个是蓬蓬袖的，哇，好好可爱哦、喔，勾追呢。因为我不确定他的公主想要哪一种，所以见家长，见家长，跟公婆吃饭，这个很安全呐、啊，很安全，哦，这个很安全，婆婆会很开心呐、啊，哦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然后下一个，还有一个这个这个辣妹的，哇哇哇哇哇，三种风格都有，哇，可以耶。可以，因为还有个小帽子啊，这个可以就穿个球鞋，跟男友去一些，嗯，比较户外啊，或者配那种辣妹去一些咖啡厅，对对对，然后晚上可以去吃个晚餐那种，有没有？或跟姐妹出去下午茶，这种也很适合啊，对不对？可以耶，哎，像等于是有四件，因为刚刚那个有上衣跟裙子，可以分开搭这样。1200可以啦，一件大概300。哈，还有口红，高级 YSL 口红，这支就不止了吧？这支不止，还有全新眼影哎，爱杜莎的哎，就真的超值。板娘真的有赚钱，视金钱如粪土。就只是不想浪费，因为我就一张脸。这都新的，这都新的，各位，这都新的，你看这都还没有拆哦。好，卫生起见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真的，1200，真的超值。这一袋被我们买走了。喜欢的人自己去虾皮卖场，自己还下单，我们帮你上在这里，好不好？虾皮账号在这里。外套区是不是？外套区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牛仔，所以像这里都是牛仔系列，你看得出来有够多。你有算过你有几件吗？其实之前更多，我之前在旧家的时候是4格这样的衣柜都是牛仔，4格，对，一年四季都穿牛仔。我超爱，我可以四季都穿，短袖、长袖都有，然后那种毛茸茸的也有。那你有没有最特别的？比如说你这么爱喜欢收藏牛仔的东西，你 有一件是我自己画的，自己画的，来来来，给我们看。这个是自己怎么样？自己画。Don't yell at me 啊！不要对我尖叫，不要对我尖叫啦！因为这种饮料店，我想哇，想做一件自己的外套，可以呢，一点点小小的一点设计这样。可以呢，很有纪念价值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也有这种素的，可以自己这样做一个改造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两双鞋子。这两双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老公他第一次送我鞋是最后一次，因为我很久以前交了一个男朋友，他当时送我鞋，我就分手。然后因为我老公不知道，他就有一年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品牌，比较外国人性格的，没有在在乎这种事情啊。对对对。虽然那时候因为知道这牌子就是很贵，因为他是跟别人联名的，是，对对对。好像原价7000多块，但是炒卖价到跟肯爷嘛，对不对？联名的。对。然后所以那时候他就买了之后送我这情侣鞋，他一送我就大俩勾，说你哥送鞋子，就很生气。啊，的确中，的确中间也分手过一段时间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有嘛有嘛，中间有分过，然后又，可是是你的就是你的。这个女艺人这种一定要必备的铆钉鞋啊，铆钉鞋。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哇，我觉得每一个女艺人都有，那我也要买一双，要投资自己，原价要30000多块，是合理啊，然后打折9000多，买，我想买得好，差个30000块耶，要，我就买了，这要买。哇，这一片耳环墙，来，老板娘这副怎么卖？哎，这个199。哎呀，那我还要这一副。300，哎呀，好像在逛一间店，有没有这样子？耳环墙、啊，这就是一个耳环墙啊！我觉得你这样，你很棒，这是羊毛毡。这个叫做羊毛毡，其实最一开始就是一片一片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它是9个一起。哦，9宫格这一片，然后这样粘这样子。对，啊，这就是墙门。你有看到吗？它其实是一个毛玻璃哦，门把可以挡住在这里哦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那个毛。
毛玻璃很丑，所以我就买了这羊毛毡要把它遮住，结果遮上去之后发现，哎、欸，它可以插耳环。对，因为它后面是有空间，它这里面是就这样子厚的，它就可以直接用挂的，它好聪明哦。然后像这种耳针式，它就直接这样插进去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最开始其实这个是一个房间，像我刚刚的更衣空间是有床跟电视那个化妆桌、嗯，但其实它的更衣室是在这里面。哦，对啦，也是长形的，也是长形的，然后它一样有这个挂的上下，比如说可以放一些短外套之类的，这样。这个房间都是比较以冬天的外套为主。是是是，因为常用的就会在外头嘛，嗯、这边就是，然后一样有这种柜子的设计这样子，所以其实很够用，而且我发现你上面都还是会放一些像这样子比较窄的这种收纳盒。对。然后因为有挑高嘛，所以里面就可以一直塞塞一些可能以前的打歌服啊什么的，空间很够耶，可以住5年都没问题。我觉得没有问题，你甚至以后可以把一间拿来放其他的小孩的东西的收纳，因为我发现其实你放得很松散。如果说你把它集中处理的话，甚至你还有非常多的空间。我看了你的房子之后，我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喜欢。哪里哪里？我们带大家去看。好。就是这个区域啦，一般人会把它弄成像个合室木地板，对不对？子晴啊，告诉我们这要去哪里定做哈？这么大片啊！特别是我那时候特别请窗帘师傅帮我定做的，因为我们就想说以后可能有小朋友的时候，有软垫也比较舒服，可以让他跑。然后因为像我自己很多朋友，我们很常可能就是在沙发上觉得。就是不够伸展空间，不够做自己，对不对？因为沙发就可能只能往后靠，但这边是你可以直接躺平，跟姐妹在那边喝酒聊天，有点像什么视听室，有点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又比那种可以躺的椅子更棒的原因是它更无拘无束，真的可以在这边翻滚哎。对，它后面还有个露台呢。对，其实那时候会像设计，是因为我们希望以后，因为现在还没有买那个烤肉的东西，就希望以后要买个烤肉炉放外面。然后因为它这个是那种咖啡厅的玻璃哦，高级呀、啊，是咖啡厅的、那个。哎呦，这样子来的，你要把对面的气死啊！没有，对面会生气呀、啊，马上开始改好不好？这样做的很贵哦，隔音效果很好，一打开马上有这种飞机声，飞机声，刚一关起来好安静哦，这样。对，然后这个电视也是为了让就是在烤肉的时候看得到，这里看电影的时候看得到。我在更衣间也看得到电视，所以做360度。很聪明，因为一般人真的会往墙上走。嗯，制式的思维啊，就觉得说电视就是要上墙啊，不然就是要有个电视柜啊，一定要在底下撑住啊。不，年轻人直接坐根杆子。嗯，好会享受生活，好会啊，好这样。好开心哦！对，我觉得就是到了长大之后会懂得让自己的生活环境舒服。对 对, 对，而且发挥一些就是自己喜欢的小巧思，也可以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。说不定你也在看自己心目中的房子，喜欢子晴家，或是你特别喜欢哪个设计的话，底下帮我们留言啊，记得、哦、按赞分享好不好？小铃铛要给我们订阅下去哦。完美研究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